现在鱼海边这儿呢，哎，老板不要了吧？这好东西，这么大钱怎么没人要？这比大闸蟹好吃多了。 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船出海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哎，老板，这螃蟹不错，那到了呀。没事，我帮你尝尝。终于吃饱了。老板，来个鸡。你赶紧。这哪能买鸡呢？来个鸡子。那是鸽子。 烤的一点可以剩下给老板带回去。哎，老板，来条鱼，扔不够。今天赚大，这可是龙鸡。